我不是要说什么哦，出来一堆 fancy 还是什么的，我是要人家真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喜欢我们在做什么的东西，然后他把我们的东西拿去跟人家讲这样子嘛。至少你说几年前 set 下来打个，到现在还是在一步一步慢慢做咯，给 game 当步做突破了，看到一点点 result 了，渺小的光线。对哦。我们这样子走摇一整绕，还是会选择回来马来西亚，原因就是很简单，就真的是很想在这边做，就这边做起来真的才有意思。This is my producer who's not making this track. His name is not Sausage. His name is Jake.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爆的，早上起来刷牙先，冲凉了啊，然后就去 studio， 然后我们在 studio。每天都 make sure 我们头脑都在 brainstorm， 就是 creative process 一定要有。我不管出得到多东西还是少东西，我们就是去 studio 做歌。Franco 才刚刚 at 我 Facebook 吧，我的 producer 刚刚才 at 我 Facebook， 哎，没有聊。2020年啊，做更多不同的音乐啦，但是还是这里的 style 东西。Music focus 本是 aim 掉 underground， 咪叫 bring him mainstream。往来唔是 change 哦 ，OK， music style 可能也 change 啦 ，like genre 也 change 啦 ，because 往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观嘛。But 内容跟理念往唔 change 掉诶。Hey, there's a truth you can't deny。Anyway, it's gonna be okay.前一次来比那次来驻唱，以前我就觉得，哦，当驻唱歌手很开心，我就觉得我已经在我的梦想的路上，我已经踏了一步了，你知道。可是我这一次回来，我是回来拍一个 content， 写一首歌，它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上次在槟城，我还是一个很开心，我来驻唱的一个小妹妹。难怪五六年，我好像她这么一个大的 gap 吧，五六年回来，然后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有在 on track。自导自演自拍，为什么每个人讲马来西亚？这种独立音乐这一 part 做不起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在做自己的东西，他们都在 copy。就我觉得你要 explore your style， 就你自己真正是怎么去做它，而且不要去 like 你可以看到别人哦，别人在做这个好像做得不错，然后我去 try， 可是你不要跟到玩啊，有什么意思哎？跟到玩，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方式去做我想要做的事，你不会觉得有人逼我这样子做，你是自动自发选择做。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一直是这样子的状态。没，复训他先。他跟你讲 ，Yo J where the sauce at？ Hey Yo J where the sauce at？ Hey Yo J where the sauce at？ 比如说就是来 sponsor 我们做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想说做一个好玩一点的，就不要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的东西。把 Vivo 给我们做就是来我们自己 control 我们的 creative direction， yeah。 所以我觉得说哇，单单这个而已我就 steady 了。他们也是哎一个突破，然后我们也是一个突破，这样子其实我们双方一样吧。我的歌 basically 叫 on track 嘛，就是讲物件爱有定爱滴做。慢慢做，我差不多你做你有做，嘛有 progress 哦。Like same applies to our everyday life 啊。I don't know about other people 啦，但台湾是有一个 core values 啊，就是物件 on track on track。干那路你做的时路 on track 的时路，该会去看国家这物件，该 feel 到国家这物件，该 experience 到国家这物件，该 explore 到国家这物件啊。
天的 thickness 让那些被惨的 body on track making move cashing checks I'm on track 我有想过我想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啊我可以真的是站在那种我真的是可以有自己的 crowd 的那种舞台然后 explore 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会让你有那个动力跟小小的希望去一直小小步小小步这样踩你不要一下子踩太大步了你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龙岗这样子小小步小小步踩其实也是不错